跟住咧，我哋就要颁发最佳摄影奖。有请我哋嘅颁奖嘉宾，影艺创制社卢晓轩会长，有请。影對手拍得靚嘅，即刻睇下得獎片段。榮獲最佳攝影。春槍戰最後一站，攝影信燕玲，主唱陳慧敏。恭喜曬慧敏哥，以及埋佢嘅團隊，青春戰最後一站。我哋有請團隊都可以一齊上嚟。有请卢会长为我们颁奖。Thank you， 卢会长，唔该晒，卢会长，请回正就座。而家咧有请慧敏哥同埋燕明咧一齐过嚟讲一讲得奖嘅感受。我哋请我嘅制作团队讲下得奖感受先。我系导演，因为顺便人今日唔得闲，咁我系攞奖嘅。好。咁都系由慧敏。其實這個 MV 呢，我們是去北海道那裡拍攝，在這個途中我也都有第二個節目一起拍，那最深入的東西就是只是得一天時間去取景，去看完我們 MV 的拍攝內容，跟住之後就一日兩日就去完成這個 MV， 那好多謝慧敏演出好成功。非常之感謝拍攝的團隊1220啦，也都很多謝，其實今次很特別，除了我們去了北海道美瑛丁的這個地方咁靚嘅景之外咧，其實今次是有日本的團隊一起去合作嘅，咁所以是非常之榮幸嘅。我覺得自己的 MV 能夠可以有澳門、日本的團隊一起，所以希望大家喜歡呢個 MV。好，恭喜曬慧敏哥，請你為我哋準備一下演繹呢一首《青春線最後一集》。咁其實咧，除咗咧外國咧好多靚景俾大家選擇之外，其實澳門一樣有咁多靚景嘅。冇錯，喺剛才咧，我哋各個得獎嘅 MV 咧，大家都睇到我哋澳門唔同嘅靚景啊。咁相信咧，都有更多嘅靚景等待我哋台下咁多位嘅音樂人、幕後嘅製作人咧，共同去發掘嘅。好，以下時間我哋即刻交俾慧敏哥。Thank you.
接住咧就係我哋下一個嘅獎項，最佳導演。係啦，咁喺呢段時間咧，我哋首先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先。